他练了一星期的肚子是有小多了，这是放松，这是吸气，然后也减脂多了吧。从正面看，他是不是腰线也出来了。这一星期的饮食就是，第一我没有节食，但是我的量本来就大，没有吃零食，没有喝饮料，水果只吃了桃，每天早上一杯黑咖啡是会喝的，没有特意的去吃什么减脂餐，蔬菜不挑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风格。